这会是一把相对而言比较详细的对抗入男女王的教学，没错，是教学。这次不给你们开玩笑，咱们为了以防万一，辅助要是来堵我了，所以啊，前期我先稍微探一下草丛，这里前面没有，后面也没有，那就意味着对抗路没有其他人。来了，兵线来了，后排两个兵就这么打。这个花木兰要跟我讲线，他少说也要掉个闪现。隐身，兵线不打了，一下摸，对，边打边退，边打边退，边打边退。你想往哪里走？你告诉我，小东西啊，知道交闪现了，怕是有点晚了哦。哦哟，哎，没事，死不掉。接下来看好怎么办？打一次乌龟加300，等兵线来了，打一次，再打一次，然后这里还有只小鸡，再打一次啊。不过这只小鸡还是给打野，然后塔下血包一吃，哎，满了。接着咱们来看花木兰下一步动作想干什么。别离他太近了，这样的话他会看到我的。他进草了，直接走过来，你现在怕是走不掉了哦。啊哟，我们家打野带这个斩杀算了，不放了。然后别急，还有啊，你要知道现在我四级了，但是花木兰没有的，给队友点个信号，希望你知道我想干什么。但是以防他不知道，我得跟他说一声。要来了，要来了。哎呀，事情到这个地步啊，两分钟对面对抗路应该是崩的，花木兰这把估计起不了什么大风大浪了。再跟他说一下，下路兵线给你吃啊，我不要了，咱们直接往上走啊，对面打野也在，跟他打个招呼就走。打这个宫本肯定是不能打的啊，别瞎想了。咱们回上路看，上路我们这里是4-3。哎呦，一个，然后奶妈怕是打不了了，走。不要急，不要急，前期节奏还没完呢，下路兵线由我们家打野帮我看着，跟奶妈打个招呼，但是我也不打你，走，假装走，就差不多来这里了。看一下装备，射手出了个护甲鞋，可能不太好打，但是的话应该也差不多，毕竟我带的是个斩杀。等一下打人的时候隐身是要按的，因为隐身是可以加攻速的。等一下再接个斩杀，再摸一下就行了。运气好，护甲鞋救了你。我这个头有点值钱哟。咱们接着来，下路清完兵线就走，走之前要小心花木兰在草里蹲我。看看，不在，没事。这下咱们来中路隐个身，就是这里呢。小乔要是来清线的话，他直接就得死这里。他如果还不来，那就是去上路了，赶紧走去上路。不对，小乔已经出来了，那么上路这两个又能抓，因为我们家上路现在是3-2，进来一道技能甩下去，哇塞，奶妈这奶，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估计是进口的。玩完这下人没抓到下塔，估计是没了。不行，及时止损去上路。你这什么意思啊？这花木兰一来就没了。没事，不亏的，我塔还在。不过这里的话下路没必要去了，新一波兵线来了，可以顺便去找一下小乔，小乔在这里应该差不多，他不会回去的，因为还有一波线来了。你好哦，拜拜。你以为我从前面来的？我从后面来的呀。下塔没了，有点恼火，但是这都不是问题，下塔本来就拿着没用。咱们来中，注意好草里，草里没人，现在地图上一个人都没有，估计所有人都在上半野区来了。拜拜，没了，没事，小乔没了，我也没了，打野到你了，尽力，哇塞，这奶妈绝对进口奶，我告诉你，回头接着来，只要能保证队友是个顺风就行，过来找小乔，都走了，只剩一个奶妈了，我倒要看看你这进口奶能不能奶自己，走人，玩，对面宫本是个大麻烦，我又打不过，没事的，没有关系，咱们绕我的隐身好了，关键对面所有人技能都没了，但是我们家打野跟我的状态其实还不错。不要着急啊，回头这些人应该要从这里来的，差不多就是这里啊。这个打野我不管，我要去找小乔来了。没事啊，二技能摸走啊，大哥别打我，大哥没关系啊，下路接着来带线，辅助南宁王跟对抗路南宁王唯一的区别就是有时候你需要去带线，知道吧？但是遇到这种情况，线不要管，先把对面打野打一套，然后兵线留给队友，任何位置你南宁王都是不需要经济的。打完宫本一套了，接着去找他。你要知道现在这宫本只有半关系，我伤害再低，我半关系我还打不死你呢，不至于吧，对吧？拜拜，还顺势把他大招给骗出来了，快走，玩。Hello， 复活以后接着来找人，没人就照视野，把对面人给照出来。现在小乔又复活了，估计在中路。看到个射手，别急啊，你会回来，我赌你会回来，小东西，你在想什么？你告诉我。这都没中。没事，我一个人骗了3个大。记住我说的，对抗路南宁王跟辅助南宁王唯一的区别就是需要你稍微带一下兵线。
只需要稍微带一下，记住这个稍微，带完就去找人。那然后这中落一时半会儿，对面肯定是不会走的，所以我从后面来的话，他们想不到，果然被我等到了。哦哟，哎呀，哎，小东西啊，跑啊，你跑到我们家射手脸上去了。哎呀，不要急，回头再来。这下的话只剩下一个宫本了，没关系，我去骗大，不要怕，我来骗。喂，打到我了没用，你打我你怎么敢的？现在千万不要闹，去找人，找不到人就带线。哎，找到花木兰了，干什么大哥，你不要手忙脚乱的在那里搞什么。没事啊，两段一技能还有一段二技能没了，那你肯定就没了呀哥。打出一个闪现挺好，走，感觉一换一好像有点亏哟。快来，把烂皮球给开了，快点啊，我们家打野没了，对面现在还不知道，他们几个还没有反应过来，快点来。很好，干得漂亮，大招跑路。哎，救还是不救啊？算了，还是救吧。啊，我感觉我要不救他，估计我也得死掉。还剩下一个来吧，二技能 ，biu。哎，走人。然后接下来就是等技能了。OK 了，现在我的技能已经好了。不过这里还是要小心啊，因为我被小乔一扇子，我估计就没了。慢慢的找，他们可能要从这里过来的。什么意思？还舍不得走啊？没事，我看看你们几个想干嘛，估计想回中落支援他们家辅助。哎，算了，我不敢打，我真不敢打。大哥们，你们快走，来人呐！哎，完了！小心啊，下路花木兰在带线，要把他抓了，我们五打四，估计就一波了。小东西，你告诉我你怎么跑？哎，拜拜！我得找小乔啊，或者找那个射手也行的。宫本听后了，但是我不管。哎，小乔没了，这奶妈进口奶又把他给奶回来了，我服了。没有关系啊，找一下宫本。拜拜，你要知道对面最厉害的那个人就宫本一枚，就算花木兰复活了估计也能打。小心啊，奶妈现在没大的，来过来了，就现在。哦，拜拜。什么意思啊？就是这么行云流水一气呵成，对吧？对抗度啊跟其他没什么区别的，反正就是到处抓人，抓不死我就死。